我个人拍第一个 L 的封面是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，然后也是记忆到现在还是非常深刻的，应该有六年了吧。今天拍摄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有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我，摄影师有很多很有趣的巧思跟想法，我很喜欢，我很期待看到自己会是什么模样。过年一定要做的事情呢，我们家是非常的注重拜年这件事情，所以一定要拜年，然后领压岁钱，然后一定要大吃大喝啊！过年嘛，一年就一次，你实在有太好的理由可以大吃大喝了。新年的愿望，我希望我一家人，特别是我的爱犬 Pinky， 可以都非常的平安健康，然后希望我的公司认真美好，越来越美好。